有啦，一间反正那就冒烟了。对对。本事故发生于112年2月26日21时许。从影片中可看到，车辆于东陵路与胜利路口号至刚绿灯尚未起步时，肇事车辆不慎刹车不及，冲撞前车，造成交通事故。经酒测，当事人均未酒驾，相关肇事责任后续由警方调查厘清。警方呼吁民众行经路口时，务必注意号志及车前状况，以确保自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。